我过来呀，好佳哉，我去有迄个豆花干掉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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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摄影师，哎，要点妆，摄影师，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又过来呀，顶个出去，我已经我感觉就危险，今嘛佫出咩来，大家拢安尼。哎呦，你惊死人哦！你别个讲这是你的大金波三金讲的，就伊阿的查某孙，那查某结面做一日助理哈。哦，你万来古进步遐济哦，无错，规章好好，伊就是阮大金波三金讲，因查某孙阿的外甥阿查某囝的偶像。瑶瑶，西啊，你只是一个电台主持人，你根本就是王罗阿仙嘛。人是瑶瑶是啥物 level， 你是啥物 level？ 人一出品发。歌手，你哪有可能请到伊？你哪有可能识识？你袂用我骗人都耍。Look at me， 看我了，我看遮，伊就是我上喜欢的瑶瑶，奶油甜心郭书瑶。哪有可能啊？人瑶，瑶瑶，三下下，瑶瑶，我可以握你的手吗？我可以两手一起握吗？我可以跟你抱抱吗？可以我可以紧紧抱你，我可以摇一摇你吗？啊！摇一摇呀，这动作是摇摇冰哦。哎，轻轻的，这个物件都袂一个歹去，快点去。摇摇，他哦，看到偶像哦，都会有一点阿巴马恐怖力啦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你知道什么阿巴马恐怖力？恐怖力吗？公公趴在趴在。趴在趴在。哎呀，姐姐姐姐，坐坐坐哈 ，sit down please。好。啊好，然后哈，去了去了去了，去了。你怎样？阿大妈恐怖哩，一看到你就足欢喜，伊拢袂记要创什么代志啊？瑶瑶哦，啊我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哦，你就五四三二 Q 的时候，你就跟他比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进现场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五四三二 Q， 嗨。无饲着，哪有可能会离现场啊？很简单啦，这就是你甲瑶瑶无同款的所在。啊对对对，你一定爱饲着嘛。嗨，阿峰之声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我是阿峰啊。我是 QQQ 的峰哥。好，我是奶油甜心郭书瑶。哦，现在你自己形象就袂变啊！你，但是无要紧啊，今仔日啊一个真大的好消息要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要来公布一下，就是咱郭书瑶奶油甜心啊要出专辑咯，这些拢是提供比赛好咱麒麟节日不啦？提供费啊，哈，伊是咧看这众生呢，伊敢会送人麒麟节的礼物了？无麒麟节是向上啊。你用头壳想看卖啊！你是用外单卖哟？我是外下路人送的啦。啊，就好，所以这些都是外下路人送，给咱今年的礼物啦。耶，欢乐去的。哦，我是杨杨杨哈，今天真欢喜哈。对，这个专辑唱片已经是第几张啊？第一张首张的专辑是完整的。哎，现在这个专辑的时候开始要做一些唱片的宣传，会不会很紧张？还蛮紧张的，是哦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又再跑一次，然后就是正式的专辑，就是要让大家可以认识，就是重新认识郭书瑶。放心啦，你的哦可爱哦，跟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得见的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哦这个时阵哦，有一个叫做很出息叫做安心呀，听这个电视节目就给你模仿，一直模仿你啦。啊，你感觉有模仿了安？没办啊，我都懵逼啦。啊。个人啊，人啊，大人讲话，囡仔伫插嘴，伫插嘴啊，你是咧不等啊？好，我卖插嘴啊。你拢卖讲话啦？卖讲啊。哎呀，你觉得他模仿你模仿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很好玩，很好笑。很好笑。很有趣啦，对啊，真的很可爱。安心讲叫喝酒，他只有好笑而已，对，都没有什么质感。很可爱。你有没有觉得他模仿什么地方是跟你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？不一样，他是比较夸张一点的啦。对，稍微夸张一点，就是连我老板看到都会一直觉得很好笑。他只要一笑，我老板就会跟着一直笑。哦，所以他的笑是很夸张的哦。对，老板也说他很可爱哦。哦，那你鬼都是怎么笑？我就这样笑啊。好啦，我跟你假笑你笑啦。破啦！要破坏形象，哪有不安尼笑啦？起笑啊！起笑啊！你怀疑嘛？对不对？啊。